非常感恩您呢，能够再次接受我们的专访。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始呢，是从牛顿定律开始的。那么300多年前呢，一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了，那么一个定律呢，就诞生，就是万有引力啊，万有引力。但是呢，这个定律不能说是牛顿发明的，应该说是他发现的，因为在牛顿之前，那个苹果没错，没错，没也错。会掉到地上来，是吧？那么，之所以说它是定律呢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规律。那么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，有人就说呢，学佛的人他们相信因果定律啊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发明的，哈。所以说呢，这里边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有人就说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这桩事情不是释迦牟尼佛发明的，因为印度婆罗门教啊，现在世界上一般公认比释迦牟尼佛要早5000年，就是他有8500年的历史，佛教才2500年，因果是他们讲的。哦，哎，最早不是释迦牟尼佛不讲是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么印度教自己本身说他们有1万多年历史，但是印度人不重视这个文字记载，所以我们可以相信，所以这个因果的定律是很早就有了，就存在我讲经的时候也提示过。这个因果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从宇宙发生那一天发生的，同时发生的。这在佛经上我们谈到宇宙怎么来的，是从自性变现的。这个讲起来就很深，讲起来时间很长，但是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可以说讲得相当详细了。是从起心动念，是非常微细这个波动，这波动是吧？它这个宇宙就发生，宇宙为什么发生？因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。你没有动呢，它不没发现，就是不动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；动的时候啊，发现了，你也不能说它真有。所以真的真相呢，事实真相呢，非空非有，亦空也有，你可不能执着，执着就迷了，不执着就是觉悟。随着因果定律出现在六道里面是非常明显，那就有善了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这个是几乎所有印度宗教它统统都说。佛是在最后，虽然他们了解这个果报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？这是种所以然的道理。他说的不清楚，所以释迦牟尼出现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，说明白了。就是说，古印度教他们最先呢发现了因果定对律，对对对对，但是为什么不知道？对对对，不错。然后释迦牟尼佛呢，对，再把又它说清楚，讲清楚，回答这个问题。对对对，这个很像佛法上所讲，有求必应。啊，对，如果没有这个疑问，也不会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啊，对，不错。所以在印度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严格的讲，佛他不是一个宗教，他是教学，所以他学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。你看你们念《地藏经》，《地藏经》婆罗门女，很多，这变形外道，像这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都是其他宗教徒。像学虽是瑜伽的，学这个素论的，这个人都很多。所以佛是像孔子一样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有教无类。无论你是不同的国籍、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，他都平等教导。您说古印度人有这个疑问呢，那现在人也有这个疑问呢，对，因果定律。最简单的讲，种善因就做善事啊，对，得善果，得善报，相反呢就是恶报恶果。现在人也想请教您老人家，为什么呢？
这是一种自自然然的反应。啊，善与善相感。啊，你就是拿这个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那就很明显，水是矿物。啊，他发现的时候，哎，他也有见闻就知。啊，我们用善意对待他，你看他反应的洁净就非常之美。用恶意的念头，我讨厌你，我恨你，反应的这个就很难看。啊，那从这里说，我们发出去信号，这是因，他的反应就是果。我注意到您用的这个词就是发出去的信号。对，没错。我们现在来做这么一个比方哈，比如说就像您所说的，对，这是一杯水，那日本的这个科学实验也在证明，对，不错。比如说现在我跟这杯水发出去一个信息啊，对，就是我对他心里有一个意念，或者我说出来，对，哎，我很感谢他，我很感谢你，哎，我很爱你，对，很感恩，对，真心诚意的，对，不错，来发出去，对。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？因为您刚才用了这么个词，信号啊，是的，这是能量的信号，就是一种波动。我心里的波动的时候，就感它，感触它。这一杯水你喝下去一定非常美好。那我会非常啊，对，没错的，那不是吗？你善意啊，如果你讨厌我，我讨厌他，我恨你，怨恨你，这水是苦水。所以我们这饮食起居，你说这个。让江本博士说啊，他这宗教的时候前面对饮食祈祷啊，很有道理啊。那他祈祷的时候，能够把你这个饮食的时候，就我们中国人讲啊，色声香味啊，通通都增长了。不好吃的也变成好吃的。啊，对，不错。如果你是心情很不愉快的时候，再好的东西吃的时候，都是很容易生病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意念已经把这个所有事物的时候都变坏了。请你明白这个道理是，那个厨房里面的厨师啊，要对他好。他在做菜的时候，他心情很快乐的时候，那个不一样啊。对，同样的佐料做出来的味道绝对不一样啊。您讲的这个原理啊，超出了一般人的认识。对，就是心，它会有一种能量。啊，能量。它会有一种波动。啊，不错。而且这个能量不可思议。太大了，直接作用到这个水上，对，直接作用到一切万物上。我们对人也是如此，为什么不用善心、真诚心对人呢？反应是善的，是自然的，对整个宇宙万物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澳洲种菜，我个很大的菜园，那。我们对于这蔬菜，我种了十几种蔬菜，还有这个水果，啊，每一天都是以爱心、善意，啊，这个能量反射给他，所以那个蔬菜的时候，品质，连我们超级市场这些卖菜的人看到都羡慕，你们用什么方法种出来的？啊，我们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用爱心、用意念跟他沟通。那您老跟江本胜博士是见过的啊，很熟啊。他是个科学家啊，对，他知道这个答案吗？他是碰到我之后啊，我才告诉他。原先他是纯科学，他不搞宗教，他说怕人家说他是迷信。碰到我之后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他，我说你这个是这玩意这一套啊，佛经上全有。他呆了，是怎么全有呢？我说你才试验了佛经上一小部分。佛经讲的还佛，你在实验看到色相，佛经上讲它还有香气，还有味道啊，还有音声，色声香味。这个水啊，对，您说的是水啊，对对对，物质有色声香味，任何物质都有色声香味。这个水还有声音？有有有，还有它的气味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它的味道。啊，不错不错，你还都没有实验出来，我说你努力啊，要把它实验出来啊，肯定有。那他没有仪器，现在没有发明出来，慢慢的来吧。所以我告诉这个信息嘛，啊，色声香味，像你的第一个色，你看到了。如果说我对这杯水啊，
哎，发射这样一个，就是我心有这么一个意念，对着它很善的一个意念，对，它的那个色声香味这四种都有变化，通通都有，不错，通通都有，不但是水，任何物质，一粒沙子都有。啊，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个水，你看着所有一切物质，你慢慢好好去研究。那我们不要说太远的，就每天身体我们带着的，走到没错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、是的。我心如果是很嗔恨的，对，他们首先会变化，会变化。啊，所以就不正常。如果你身体是纯净纯善，人怎么会生病？这健康怎么有生病的道理吗？病从哪来的？贪嗔痴慢。就一开始那个细胞都是正常的，没错没错，正常的啊，正常的。后来都变成了癌细胞，不错，这就会变。是因为心一开始出问题了。如果你先感染这个癌细胞的时候，你心地在恢复正常的话，它又会变回来。这就是治病，病好了。那山西小院不就这个道理吗？我看到那个东西之后，我讲了一个小时啊，就讲里面道理啊，它为什么会改变呢？那概括起来能不能是境由心转？没错，就是这一个原理，这是永远不变的一个真理，境随心转。那江本博士可能他不知道这个原理，但是他只是看到了现象，没错，证明出来，没错，但是为什么他不知道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他的实验室我去过三次，啊，每次去他都给我做详细报告，所以我们也变成老朋友。这个在佛法解释起来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对，是自然的反应，就是因果是自然反应，是自然的反应。你身体如此嘛？你看我身是人喜的时候，你看那个面孔多好看，啊，人在生气的时候，那个面孔多难看，啊，你欢喜生气的是因啊，那个你反映出来是果。这一杯水的实验真的可以推广到我们的家庭，没错，没错，族群，我们的社会，没错。啊，所以宇宙是和谐的。您知道现在人口很多，比如中国我们有十几亿人，对，他们的这个心的每一天呢，他们的这个心念呢很多呀，复杂吧。那如果要是以贪嗔痴慢为主呢，他这个复杂就这个波就把这个整个环境的时候也搞复杂了。所以人为什么胡思乱想啊？啊，不是没有缘故啊，有缘故的啊，受别的波干扰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来修行，你有定功你就不受干扰，你没有定功你怎么能不受干扰呢？我的心很乱，我胡思乱想，对，往往还是因为别人不错不错，别人不错不错，是的，别人胡思乱想，对对对，影响你啊，怎么会不影响呢？它宇宙是一体的，哪有不影响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佛菩萨也不少在此地，佛菩萨犯的是正常的，啊，所以跟那些众生的不正常的时候，两个互相抵消。要没有这个，那还得了啊？那不得了啊！比如说您的心念呢？啊，对，每时每刻都是善的。啊，对，是的。那我的心念每时每刻都是恶的。对。那么这是两种波动，波动。用您的解释。对。那么这两种波动之后会抵消，啊，会说。我这个地方会有你的，哦，你的那里要接受我的，他就抵消掉了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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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两种力量，然后他就平衡下来。两种平衡，不错。如果说两个人都是恶的呢，那个麻烦就大了，那就会有冲突了。那周围的这个山河大地什么的，都有，都会受影响。所以这是科学没法子解释的。江本博士做的是液体的实验，就是水的实验。啊，对，没错。那比如说像这个桌子啊，一样，这个桌子啊，都一样。椅子，所有物质，你看，弥勒菩萨不讲得很清楚吗？念念成形，就是念头变成了物质。这个非常科学发现了，这物质从哪里来的？无中生有。啊，他说出这么一句话，那就跟佛法讲得很接近了，是从意念。意念变成了物质，啊，物质里面呢，它就有心，就有受想行识。为什么？自性里头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不生不灭，在任何物质里头通通有。那用现在的话是，就是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，找不到一样东西啊，是无机的，找不到。
您还说过整个宇宙是一体。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没错，真是一体。也许有一天，很多人听了您的教导之后，他会豁然大悟，不错，明白这杯水、这个茶杯实际上跟我是一回事。是，对，他这个是一体的时候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只要你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彻底放下，你就真得了。那么我们打一个具体的比方，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善事，嗯、就是一件好事。对、嗯。那他为什么会得一个好的果报呢？就这个事情，它真的会出现呢？啊，对。那波动是看不见，但是这个事情它是看得到的。啊、对，没错。所以您这里面用了一个词，就是感召、感应。感应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感应。啊，这个感应也都是自然的，善与善相感，恶与恶相应。啊，善。不会感到恶，恶也不会感到善，这也是自然的。哎，也是自然的。哎，这个自然就是这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佛经上用一句话说，叫“法而如是”。啊，这个法就是这讲这些事，它自自然，它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没有理由解释的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还记得毛主席说过一句话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”这是。自然的是是是，没办法好解释。对对对，就是只有一天真正彻底明白了，哎，他就知道了，对，就明白了，所以放下就明白了。哎，最重要是得放下，所以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自己还没有放下，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，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你要去把它证实，你才得受用啊，所以叫悟后起修。佛给你讲清楚，哦，觉悟了，啊，起修是修是什么？修就是放下，啊，把所有首先不善的念头放下，不善的行为放下，啊，也就是从哪里学起呢？从断恶修善学起，啊，断恶修善做到了，啊，纯善没有恶了，再往上提升，那就是什么？染净。啊，染净就高一层，把所有一切染污，啊，就是受外面会受外面影响，这个放下，做到什么？做到不受污染，啊，也就是不会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了，那功夫就高一层了，这菩萨功夫了，啊，最后连起心动念没有，那就完全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，这就称之为佛陀。刚才您说到断恶修善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一步。就是先和那些恶的东西、啊、最下面一层是先和那些恶的东西啊，对，先绝缘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不能跟他再发生感应。不错不错，这是每一个家庭、啊、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哎，人以恶念恶行对我不可以以恶行恶念对他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我做了也会感召来恶啊。对，不错，你一定要从这里下手、嗯、啊，慢慢之后啊、嗯，自自然然，那个对你不好的人也会回心转意对你很好。现在有很高级的物理学家来证明这么一个意思、嗯、就是说，比如说是这个人呢打在墙上有10斤的力量、嗯、那么这个墙会给这个手面一个十斤的反作用力，一个相等的反作用力。 对， 对、嗯、他用这个来解释因果。嗯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能这么讲，在佛法里是不是这是相通的。嗯，就是新的力量如果出去是10公斤的，回来的一定是一个反作用力，也是10公斤的。对对对，是这样，只不过是新的这种能量和力量现在还没有被科学所证明。不错，佛法对这个讲的很多，也非常重视啊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特别是在六道在设法界里面，意念是主宰啊，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啊，真的那是宇宙的主宰是自信，但自信没有痕迹，你无法想象，那是宇宙的主宰啊。迷了之后，我们的这个自信就变成了意念。我们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做，来请教您呢，来做这个探讨。其实很多观众啊，真是
用了很长时间来听您来教导啊，很重要一个原因，大家就是希望避免灾难，对，这是他们最淳朴的一个想法。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啊有很多问题得不到答案，70岁80岁也没有人告诉他，就是我来到人世间这一辈子起起伏伏，这一辈子啊很不容易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经历呢？啊，这是佛在经上有一句话回答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果报呢？有善报，有恶报，有人对我好，有人害我，对，这都是果报啊，因果啊。对，这是怎么来的呢？佛法讲是人生酬业，人生酬业，对，酬是报酬啊，业就是你过去所造的，你过去所造的因，你这一生来感受果报，你过去造的善因，你来享福；你过去造的恶业，那你现在来受罪。啊，所以整个六道啊，就是一个因果的循环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那我们就很容易嘛，就解决了。我再也不做恶业了，我完全做善的，那好，你这个果报就完全改变了，你的恶业就消掉了。啊，你所受的是吧？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幸福美满，完全可以改变的，完全可以改变。哎，冤家对头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把它变成亲家。啊，只要你以真诚心去待人，啊，冤业可以化解。啊，过去做的不错的时候，做错事情的时候，真诚忏悔、道歉，后不再造。啊，他也会受感动。啊，所以化敌为友，化怨为亲，这高等的，可不能树敌。啊，树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那个不是苦一辈子啊，树敌生生世世啊。树敌就是往外发射恶的波动，啊，对，不同是啊，恶的能量，对对对，啊，它一定会作用到我自己的身上吗？不错，害人决定害自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杀他，他来生了杀我，我再杀他，他又来杀我，这报到什么时候才完了呢？哪一辈子觉悟了才画上句点？如果没有觉悟还有怨恨，那就永远报下去，这个事情很麻烦的。啊，你偷盗占人便宜，你来生要还钱，所以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杀畜生也是如此。啊，所以真正通达之后，不再吃众生肉了。为什么？不跟众生结冤仇了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菩提道上冤亲债主这么多，还不都是过去吃他的、杀他的、害他的？哎，这是找上身来了。这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不可以有不善的心，不可以有伤害众生的心念头。你真的要从这里下手。您老曾经讲过，一个家庭，它是有各种因缘才凑在一起的。就是我为什么做他的孩子，为什么做他的父母，这都是有原因的，才会有这种结果。对，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啊，前两个月呢在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后面两个月在南唐道的光明讲堂，寿延老和尚的道场，那个讲堂上有一副对联，就写这个事情。哎，夫妻是缘，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。下联是儿女是债，有讨债又还债，无债不来。啊，这个对联给我印象很深，这叫家庭关系。啊，是来干什么？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啊，那你看这个父子关系，如果这个子女孝顺，他是来报恩的。啊，如果是个这个儿女的时候是
虐待父母，是伤害父母，抱怨来的。啊，有人的时候对父母生活照顾很周到，没有孝顺心，还债来的。啊，有很多父母对儿女很疼爱，大学刚念毕业的时候他死了，讨债来的。你还清了吗？他走了吗？佛说这四种人，这家庭，然后这四种人扩大，我们在社会上遭遇的一些朋友啊，甚至长官、同事、同学，都是这四种关系。有一些人呢，很想请教您老这个问题，单位的同事或者社会上的朋友，对，无缘无故，他就陷害我，我对他非常好，他恩将仇报，对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果报？这也是过去生中的业因，这一世找不出来原因，这一世找，一定是在前世，有一个方法。你看美国现在不有好多心理医生用催眠的方法找到前世啊，这前世关系的他的病就好了。我就知道以前的原因是什么了。不错不错，这个原因从哪里来的啊？现在外国人这个心理医生这个案例很多很多啊，但是在报告很多啊，但是在佛法就不用了，一看来骂自己的就知道原来我骂过人家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来骗我钱的肯定是我前以前骗过他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在佛法是叫感召感应，就是您说的。对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形，欢欢喜喜，一点不要计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化解了。你说人家骗我钱，想想算了，就化解了。那不化解呢？就是我一定要打官司。不化解，下一次你还找他了？你不是麻烦吗？然后他又来找我，对嘛？对嘛？是啊，那到时就结案了，就多好了，啊，以后就没有了，啊，你怨恨对我，我以感恩的心对待你，真的要感恩，就是你就饶他就算了，你何必要感恩呢？感恩，为什么呢？成就我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我自己修行功夫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他的试验一下我就知道了。啊，他伤害我，他欺骗我，我还对他有没有怨恨心？没有了。好，我功夫到达一次了，都来试验的。所以你这么一想的时候，天下没有一个不是恩人，害我的都是恩人。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人向您提一个问题，是台湾的观众说，陈水扁呢，他这个太恶劣了，啊，害得我们这个地方啊一片混乱。哎，您回答他们，陈水扁是你们的恩人，为什么呢？当时有人看到说，老师说老教授讲说帮你们消业障了，对，是让他们真正醒悟过来，啊，不要再有这个种族的情结。你能把种族情结化开的时候，那陈水扁就是恩人。哎，你要选什么？真的选贤与能，不一定是本省人、外省人。只要他有德行，只要他有能力，啊，能够给台湾人造福，这就好啊。不一定说他有能力、有智慧，他是外省人，绝对不能选他，这错了。那在日常生活中，比如说这个人是个大坏蛋，对，哎，我们也要抱着感恩的心对待他啊。那不是这样的，嗯，哎，是可以抱感恩的心。嗯，啊，为什么呢？的确，它成就我们自己的德行，嗯，提升我们的德行，嗯，啊，所以夫子说得很好，我相信夫子这个话是古人所说的，啊，因为夫子讲过，他老人家一生呢，述而不足，这古圣先贤造的，三人行必有吾师，啊，三个人，自己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善人说跟他学习。恶人的时候是自己一面镜子，常常反省我有没有过失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所以两个都是老师，两个都是恩人，就是不能恨他啊！对对对对对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善人从正面教导我，恶人从反面教导我，
两方面的教导的时候，我都接受，成就了自己，这是无上甘甜的啊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呢，那佛经上讲的两句话说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。我续了两句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哎，就看你用什么眼光，用什么角度去看。世界没有一个恶人，你的心多舒服，你多快乐，多坦然呐、啊！这是你的享受啊。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很难遇到这样的人，就是在他眼里边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，每一天都是好日子。你不要去说遇到那个人，但是这个人是谁呢？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自己完全做得到。我操，自己完全做得到，那就是这其乐无穷啊！啊，你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了，长智慧呀、啊。不生烦恼啊，啊，这个世间人他不懂这个，他天天生烦恼，他不长智慧，啊，你反过来的时候，长智慧不生烦恼，所以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我记得，而且没有后遗症。我记得您还曾对那些观众讲，这个陈水扁帮你们消了这么大的业障。这个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个业障是什么意思，人家分明是来骗我的钱，我还要感谢他，但是佛法讲他帮我消了业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确实是消业障，但是你自己并不晓得啊。业是行为呀，是造作，行为造作当中很多不善的，不善的要感受果报啊，不善的果报啊，啊，那么他这个来对付你，这个是也是帮你受到果报吗？让我受罪？对，你是受到果报吗？受完了就消了，就业障就消了吗？所以我要感谢他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，他是消业障的吧？在消业障上，你自己要长智慧，你自己要在这个里面真正学会了，啊，真的叫佛法讲破迷开悟。那这就很有价值了，啊，至少你过去很多的想法看法是错误的，你现在才明白了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生意啊，那现在做生意的人很多，他们有一个感叹，有的人又笨，啊，又不勤奋，但是他的钱赚得比谁都多，有的人跟他做同样的行业，脑子那绝对是非常聪明，但是呢挣不到钱。找不到答案。有答案。有答案。你命里头没有财库，你的财库空空的，这一生没有这个果报。对，你做什么事业的时候都会赔本。那你没钱。那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因是你过去没有修财布施。那个很笨的人，他干什么都赚钱，他命里的财库很多啊。你看我们这个香港首富李嘉诚，我是听陈朗老先生告诉我，前年过世的啊，那是个看风水算命的专家啊，他也常常听我讲经啊，就跟我很好。他就告诉我，李嘉诚30岁刚起步的时候他就认识他，他给他看，给他算命，他就问他，他说：“你希望将来，你有多少钱就满足了？”那个时候，李嘉诚啊，我有3000万就要满足了。陈老先生就告诉他，他说不止。他说你将来是香港首富，他说你的财库是满满的，满的。他说过去是修得多啊，所以陈老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是李嘉诚的这个。等于说顾问一样啊，大小事情他都问他。我跟李嘉诚认识是陈朗介绍的。那也就是说不见得这一生修财布施这一生报能得到这样的结果、对对对，有的时候是下一生。他是过去生中修的，
那这一生没有得到这个财富，很有可能是过去的这些苦难还没有受够啊。对对对，是这样，他有障碍，有障碍，所以他不能现行。一定要等这个障碍消掉之后，对，没错没错，那个善报才能出现。对对对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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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，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所以他这个缘重要，有因再加上缘，所以李嘉诚无论做什么生意，他都赚钱。啊，你去跟他学，做同样的，他赚钱你不赚钱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所以佛把这个理说清楚之后，然后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命里头没有财库，可不可以修呢？可以，你就修布施，越学越多。这个什么？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因为我命里头没有财库，财库空空，所以干什么都赚不到钱，哎，抢也抢不到。偷也偷不到，那不是说命里没有的，那个偷来抢来的还是命里有的，你说冤不冤枉？啊，就是我骗别人钱，最后我哎，对对对，我贪污也好，还是命里有的。哎、比如说我贪污了500万，对，对哎，我现在正在享受它，对，不错。我跟别人讲，你看我还是贪的，对吧？对，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我自己 的，哎，而且怎么样呢？答对对了，啊，你比如你命里面。有100亿啊，因为你用不正常的手段的时候，你得来，嗯，你顶多只能得一半，50亿，100亿已经少了50，少一半了，你还洋洋自得，哎呀，我有本事了，其实你不知，因为其中作恶啊，不错不错，已经折损了，不错不错，这亏折了，啊，如果你的手段越恶劣的时候，亏折的折扣就越大。我们确实看到过这样的人。他也去贪污，他也去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，嗯，刚一获得之后马上就被抓起来了，嗯，这个钱全部被没收了啊。对，那算命里没有啊，命里没有的时候你使用什么手段、啊、不行啊，命里得不到啊，那个钱也得不到。那所以古人讲的这句话有道理啊，说君子落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小人就是不懂得这个因果道理的人。对，不错，是啊，他用非法的手段呢、啊，他获得了财富，他冤枉做小人呢、啊，还是命里有的？你命里没有的时候，你贪也贪不到啊，那你何必要贪呢？孔老夫子讲的知天命啊，应该就是通晓这些道理。没错，没错，明白这些。人不再会做傻事。啊，对，不错。啊，所以你想，这个命里没有财，你就修财布施，啊。聪不够聪明智慧，你修法布施。啊，身体多病呢，这是你就修这无为布施，全部都能改过来啊。这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呢，它有道理的。您知道，说到佛法的因果定律啊，对，很多很多的人都提一个共同的问题，他们说不相信，为什么呢？恶人。作恶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享福，善人做善事，但是呢，他们家里很贫苦，对，没有看到善有善报。不，那个果报不是你这么简单看到的。恶人作恶还享福，他过去那个福报太大了，虽作恶抵消掉了，抵消90%了，他还有10%的福报，那个福报比你还强多了。哦，啊，恶人的这个是善人修善，他过去生中做的恶，啊，他已经抵消掉了，抵消掉的时候他还有余殃在，啊，所以你看到他还是这个没有感到受果报，但是他的那个业障消掉之后，他的福报会现前。这因果讲三世啊。但是三世自己真修的，一世就能看到果报。这个你要相信，啊，你认真干，就是种的那个因，不错不错，强烈，很强烈，哎，很强烈，晚年就果报就现前。所以您老今年82岁高龄了。对啊，嗯，我是真的，张家大师救了我，告诉我这个道理，要不然完全不知道。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，您知道现在很多人爱美啊，
那么他们看到这儿就会请教您啊，老教授您慈悲，告诉告诉大家怎么才能相貌美好，啊，尤其是女观众，这佛法里有吗？有答案吗？有，不但佛法有，连这些算命看相的都懂得，相随心转，你的心地清净，你的体质相貌就清净，你的心地善良，你的相貌体质就善良。所以你要想自己相貌好，要长生欢喜心，相貌就好。长生欢喜心，欢喜心，对，你要用欢喜心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啊，所以慈悲心呢，那相貌就好了。我们中国古人讲，一看到这个人光彩照人，对，这个光彩好像不是画出来的，对，这个光彩是容光焕发，是你自己的心现在你的脸上啊，这个是真的啊，就比前面讲江本博士实验就是如此。哦，你的善心善意流露在哪？流露在你的面貌，流露在你的体质，因为他们的结晶已经变得非常美好。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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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很多人每个月几万十几万去美容，不是好事情，它有副作用啊，你当时看到时候，但下妆之后就见不得人，面目全非，如果常年下去之后啊，大概的时候我相信十年他就等于说衰老十年啊，如果是四十岁你就看上去是五六十岁啊，五十岁你就看上成七八十岁，这是绝大绝大的错误。所以美容是用美心，先叫心美，然后容自然就美啊，这个不需要化妆，这符合科学实验。对，不错，水实验的那个道理。啊，对对 对, 对，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，对，可以获得财富，可以智慧，不错，相好健康长寿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都是佛法教给的。不错，那佛法应该是最积极的啊，最积极，不是最消极啊，不是消极，不是消极，确实改造了命运啊。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如果你懂得佛法的话，这个智慧应用上去没有不发达的，因为这个因果定律啊，它讲的是避免灾难的。对啊，如果要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民族掌握了这个定律，对，世代不衰的话，对，那就是永远没灾难，永远没灾难，真的是能这样说吗？能说说，为什么呢？它这个它周边的环境，山河大地啊，通通都产生变化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所谓是自然灾害不会有的。其实山河大地就好像人心的这张脸一样。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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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这就很好解释水灾、对风灾、火灾和地震的原因了。对, 对，人没有贪婪就不会有水灾，人不发脾气不会有地震，温度不会上升啊，人不愚痴就不会有风灾，这很有道理的，就是大地这个身体，没错没错，大地这张脸就不会坏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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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遇到灾难的时候，学佛的人懂得，集合大家同参道友在一起念佛诵经回向，往往灾难会减轻啊，虽然不能避免会减轻，如果力量很强大的话，那灾难就没有了。那么您说这个心的波动它有方向吗？它是四面八方方向。那比如说我也能集中，我专门给灾区回向、可以专门给灾区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力它那个力量就更大，它在那一方面力量就更大啊，因为你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，就是心的这个能量也有指向啊，有指向，也可以专门在一个地方，可以。这江本做过实验吗？他在他办公室放一杯水，打电话给法国、英国许多的通道，在某同一个时间
你们都发出一个意念啊，一个善念，对着我办公室桌上这杯水，就产生变化。就虽然你看不到啊，对对对，你意念在那儿，这个几千里路之外呀、啊。哎呀，四面八方的时候，人就等于是来祝福啊，啊，这个意念是他收到。然后大概多长时间就起了变化？他等于一个小时。这个水的时候，一个小时之后，他就在这个结晶显微镜里面看，那个图案就出来了。还是这个江本胜博士、啊、对对对曾经说过有，曾经说过有这样一个实验，啊、有，就是在这个湖水边上啊，啊，那是有一些几大湖不错，哎，有一些僧人，哎、因为这个湖很不好，一个僧人，一个僧人，哎，一个僧人还有信徒，信徒大概有150多个人。这个湖水据说是很不好、嗯，对，湖水是很多年。脏、臭，气味很难闻，因为它是一个有个弯曲，那个地方是死水，啊，所以他就用这个做实验，啊，请一个老和尚，大概将近90岁，一个老和尚，带着这个100多个信徒，去祝福，就一句话，整个大家妄念都放下，只有一个念头，什么念头呢？湖水干净了，湖水干净了。就这一句话，就想这个、嗯、啊，对对，就是想的这个，口里说的这个，啊，湖水干净了，大概做了不到一个小时，做完之后3天之后，湖水真干净了，气味没有了，保持了6个月。我提这个问题啊，是因为中国很多湖泊呀、啊，很多河流都出了问题、嗯，受了重大的工业污染，啊，各种污染。也可以用这个做个试验呢。工业污染就很难了，为什么？那是人为的，那是有意的。它这个是集的这个水的时候，它是这样水不能够流通，啊，这个小湾是个死湾，啊，它不是工业污染，啊，工业污染的时候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污染继续不断的在增加、哦，那你就没办法，啊。如果说是工业污染停止了，你去做会有效。这个因为也不需要钱嘛。那不需要钱。嗯，你这个是精神意志力量。那这个佛法里还有最高级的、嗯、最简便的环保的方法。哎呦，有，头一个保护自己身体啊。哦，这环境。对呀，这是身体环境啊，这头一个要保护自己、啊。嗯。你自己保护不了的话，你就没有法子保护外面的。啊，所以第一个是要保护自己。有的人听到说佛法这么好啊，他就有自己很多的想法和欲念。比如说有贪财的人，有贪色的人，他想我这辈子，哎，能得到更多的享受才好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想法跟佛法是相违背的，得不到。以这个心去烧香拜佛，去求佛菩萨保佑，他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？他得不到。他所得到的还是他的业报，就是恶报啊，这业报，业报，也就是他该得福享福的，他得福报啊，他该受罪的，他有灾难，那、啊、没办法改变啊。那佛菩萨不会受贿赂的呀，你怎么可以谈条件呢？啊，就那佛菩萨并实在讲，佛菩萨并不是真的保佑人，是你自己的。念头转过来，你自己保佑自己，就自己的真心，这是真的。跟你说，这是佛菩萨教导你的啊。他用什么保佑啊？他用教导。你肯相信，你肯做，那你就受到果报了。能不能说是我们的真心在保佑？没错，没错，一点都没错。但是佛菩萨不教给我们，不知道。因为有人听到佛法能教人得财富。得智慧，啊、得相好啊！对呀、啊，他有人教你得财富，教你财布施啊！你真肯布施，他就真来了。啊，你不肯布施，你天天拜他求他升官发财，这个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他跟这个方法违背了。啊、不，违背了。哎、啊，所以求佛菩萨是如理如法的求啊。你那个求不合理、不如法的时候，那别求了，那个没用处的。有很多人呢，这一生很不幸，比如说遭遇了车祸，遭遇了意外，那么过世了，很悲惨的去世了。
那么生老病死啊，嗯，这个是很难免的。对啊，那么这些意外，嗯，也是果报。果报啊，确实不是意外，不是偶然的，通通都是有因因果报。前因后果，对，没错，啊，绝对不可能说是纯粹有个意外，没有与因果关系没有的，那一个找不到。那这里面讲出来最清楚、最明了的，都在佛法里。佛法里有，实际上道教里也不少。嗯，我如果不希望我们家庭将来出什么意外，我个人将来有什么意外的话，嗯，就得看这些书才能知道。对。对按这个方法去做，不错，不错。生老病死，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我举一个帝王的例子，比如说秦始皇，嗯，我们都知道，他很希望长生不死。嗯，那如果今天他能听到佛法的时候，对，他一定会跪在这儿，啊，对着老教授，对着您讲，老人家，我不想死，在佛法有没有方法？嗯，佛法是一个方法，但是一般人很难信受。佛法告诉你，根本没有生死，这是讲真的。啊，这生死是个现象，是什么呢？这个肉体，肉体不是死，不是苦。啊，肉体是什么呢？佛法讲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苦。是我所有的，衣服穿坏了换一件，身体不是我，啊，身体用的时间用久了它也坏了，换一个身体，啊，所以生命是永恒的，啊，现在外国人的时候，外国哲学家讲的是我思故我在呀，那是灵魂，哎，他承认身体不是我，灵魂是我，灵魂实际上也不是我。啊，灵魂不是的，灵魂出不了六道轮回，真正的我啊不在六道轮回，叫灵性，灵性才是真正的我，永远不生不灭。啊，所以学佛呢就是明心见性，见到这个灵性，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真的这一点不假了。啊，那现在灵性在哪里？现在灵性就在自己身上，你不知道，你迷了。你要是觉悟了，你就晓得没生死。迷了有生死，悟了就没生死。啊，而且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呢，可以随意住世。我愿意多住几年可以，我愿意什么时候走也可以，自在。我看那身体住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？绝对是利益众生的，他不是为自己的。确实有一些学佛人讲过这样的话，嗯，年岁很大了，说，嗯，我现在可以多住一段时间，就是在人世间多生活一段时间，嗯，可以。我现在要是想走也可以，也可以是。那很多人看了之后简直目瞪口呆，啊，一点会这么自在呢？啊，是的，一点不假。确实，而且这个事情并不难做到，在家居士做到的不少，就是普通学佛人啊都可以做到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人确实去世了，嗯，那如果说他没死，他去到哪里了呢？对，他自己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，清清楚楚，从哪里来的，到哪里去的，那就是他没死啊，是没有死吗？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遗体是，你们看到的是，你是看到的是这躯壳嘛，就是看衣服一样嘛，好像我这个衣服脏的时候脱下丢在这，你看到衣服，真的人你没看到啊，这个身体就跟衣服一样啊。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就是衣服 啊，没错，是啊，你看的是假象啊，这不是真的啊。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类啊，他每天照镜子，他每天啊，你我，他最后还是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啊，不知道，是不知道，他一直在看一件衣服，啊，没错，假我，没错，把这个假的当作真的，亏是大了。
啊，为这个假我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你说值得吗？这人不叫糊涂人，这谁叫糊涂人呢？是不是学佛到了一定的程度啊？对，他就一定会明白。会明白，会明白。只要你锲而不舍，你要天天干。啊，我也不是个上上根人。那上上根人的时候，一接触的时候就明了了。我搞了二三十年才明了，这就说明说我的根性是中下根性啊。但是我天天搞，我现在搞到57年了啊，没有一天放弃啊，乐此不疲啊。有一些人呢，他讲过这样的话，说你们不要相信因果，这些啊都是迷信，你看看这些恶人他不是在享福吗？善人他不是在受苦吗？我记得您曾经很严厉地警告过他们，不要散布这些。你不信可以，对，你散布之后，你将来会受很大的罪。不错，不错，你误导别人，这个因果责任很重。啊，确实，这不假。现在讲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这样的话的人很多呀。这句话了。何守信曾经问过亚师这个道伯，他来访问我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这句话。我说这句话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，你要负因果责任。啊，我说什么呢？孔老夫子一生不为自己，天没有助他，地也没有灭他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为自己，天也不助他，地也不灭。我一生不为自己，老天也没有助我，老地也没有灭我。这个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人应当舍己为人，那个多快乐！如果人的时候念念都想为己啊，烦恼多多，为什么？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的天天怎么样保存，怎么不会丢掉？你说那个生活过得多痛苦，苦乐就摆在面前了。最快乐的就是念念为别人，没有自己，哎，没有自己。那别人，那说我们做一桩事情利益别人的事情做成功了，他有福，不是我有功劳；没有做成功了，他没有福报，我没做错。你说多快乐啊！成与不成与我没关系，众生的福祉得失都很快乐。不错不错，哎，没有得失。有这样一副对联，啊，老教授您印证一下是不是对的。行善不昌啊，做善事啊它不发达，不错，哎，必有余殃，不错啊，殃尽必昌。对，那反过来呢，行恶不殃啊，必有余昌，那昌尽必殃。没错，一点都不错。这是真理，真理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这是普世价值，可以广泛的教育给大家听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啊，所以说恶人作恶，他日子过得很好，啊，还是升官发财，必有余昌。啊，但是那个昌尽的之后啊，灾难就来了。啊，一生造善。生活过得很些清苦，啊，甚至受很多侮辱，啊，那什么，那你是有余殃啊，殃尽了，你就兴旺起来了。善恶，自己做的善恶能抵消吗？能抵消。比如说，我做了很多恶事，然后我再做很多善事，对，我希望把那个这个恶报给它抵消掉。这个抵消在因果上讲是讲不通的，不是抵消的，有前后。你如果天天做善，善就先报，恶就退后了。还是要报啊，退后了。如果你继续不断的做恶，恶今天就他就不报了，他就没有了，恶缘断了啊，对，就断掉了。哎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所以这个断恶修善的时候，真正懂这个道理，啊，你这一生当中再也不做恶了，念头都恶的念头都断掉了。这个我慢慢就消掉了。
那真的消掉。我们听到您讲冤亲债主，这佛家老讲冤亲债主，对，啊，冤是仇人，对，亲是什么意思？亲是自己亲爱的人，家里的亲人吗？对，不错。那、嗯、那我们冤会变得亲，亲会变得怨，它会转变的。仇人和亲人都、啊、对都有问题吗、啊？都有问题。啊，仇人到你家来投胎，变成你的儿孙，你很喜欢他。长大之后，他是败家子。要那为什么他来报仇的？啊，慈禧太后是叶赫那那氏的，就是是满清的时候冤亲债主啊，对头啊。啊，这个族的时候被灭的时候，酋长对天发誓，我这个族的是一个女人也要报仇。所以清朝这个入关之后啊，政权巩固了，宫廷里面就有就这个条例，叶赫那那氏的人决定不可以留在宫中。到两百年之后大家都疏忽了，两百年了哪有这个事情呢？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慈禧太后进宫时知道他的叶赫那那氏无所谓了，最后清朝亡在他的手上，报仇的嘛。这么长时间？对嘛，是啊，哎，他能够等两百年，等你气衰了，哎，他再来。在《地藏经》上有这样一句经文呢，叫若遇杀生者，嗯，就造这么一个因杀生，对，得的果报是什么呢？素殃短命，没错，有灾难，而且寿命折损，对，不错。那有人常听到您讲，这个冤亲债主会找上来。我们举一个实例，比如说我们到菜市场看到活鱼，跟人家说来把它杀掉，我回去做汤。对，咱们就举这么一个例子，这条鱼现在把它杀死了。对，那然后是不是它的神识出来了呢？没错，真是这样吗？真是这样。对，他神识就跟你结了怨呢。那他神识出来之后，他就能知道是谁要杀？知道，当然知道，他怎么不知道了？他有眼睛会看呢。他有耳朵会听啊，神识有这种能力啊、哎、有啊，有这种能力啊。我翻译一下、嗯、或者我们这样来讲一下、嗯、就是人去世之后那个神识啊、嗯嗯、和一个小虫子，嗯，你把它踩死，对，把它毒死啊、嗯、哎，他那个神识离开身体，那两个神识是一样的？一样的，确实是一样的，也蚊虫蚂蚁都是一样的。现在人他是看不起动物的呀，那个小虫子我弄死你怕什么？那条鱼我杀了你怕、啊、对，是的，是不是？是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冤业没办法避免的，这是事实啊。杀死他这个身体之后，他那个神识马上就离开，对，不错，就会跟我结下缘、啊、不错，结下缘。那我如果天天杀生，天天造这些杀业、啊、这个麻烦大了。那佛经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叫恶鬼屯门、嗯、对，冤亲债主是确实如此，后面跟的是一大堆一大堆数不清的。那岂不是说那些海鲜餐厅哦、啊、那些杀生的餐厅的门口是这样的，堆满了这些众生吗？如果你有天眼的话你就能看见，很可怕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说这个，说这人家说的是你迷信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所讲多半在理论上来说，在伦理道德上来说啊，因果只是偶尔提起个大的原则，啊，这样细说的时候一般人很难接受。明白。哎、啊，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啊，只有深入经藏真正明了之后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对这小动物蚊虫蚂蚁，我们见到的合掌蚊虫菩萨蚂蚁菩萨，以善念对他，彼此能沟通。我在澳洲乡下我盖了一栋房子啊，这新的房子我搬出去住的时候装在里面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洗手间不知道来那么多蚂蚁，新房子是从哪里来的不晓得，搞得我没办法下脸洗去洗脸。我就告诉我蚂蚁菩萨，你们从哪里来的就从哪里出去，半个小时之后我要用洗手间，
半小时之后一个都没有了。你以礼貌对待他，啊，要尊重他，他很欢喜。哎，你很瞧得起我，你很尊重我，称我菩萨，不一样。其实再小的一个可以合作，哎，其实再小的一个虫子，它能爬，它能动，对，就说明一定有一个神识。不是有这个茶杯不能动，对，决定有神识，决定要尊重它，要尊重它。我们也是一个神识，对，可以跟他沟通，比如说这个茶杯说，我现在不好要洗这个杯子，说不好洗，请你赶快离开，他会走，很听话，会很合作。那这个我们在最近这个十几年来做得很成功，啊，所以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也特别我们种的菜，啊，这小虫来吃菜的时候，我会给它留一个地方，专门供养它的，它就会到那里去吃，啊，不是留给它的，它绝对不会去吃。很守信用啊，比人好处啊。有人看过您的节目，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，嗯，因为您曾经讲过。一个人的意念的力量，心念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对，它可以让原子弹不爆炸。嗯，那有人就会提这样问题：当年广岛那个原子弹的爆炸，在那个时候，为什么就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？或者说，那现在比如说有的地区有地震发生了，他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发心来制止这个地震呢？还有人问，如果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会不会发生广岛那样的原子弹爆炸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世间真有大圣人出来的时候，人民都有福报，就不会有这些灾难。啊，所以是众生的业感呐，众生心善呐，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众生的心行不善，才感召这些事情来。啊，这个不是佛力，不是阿弥，还都是自己善恶业感。您曾经讲过，就是定功到一定修学佛法，定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那么第二天能看到什么？过两天能看到什么人事啊？都有这种可能。这可能。那有人觉得很神奇，其实不是，不神奇，这个是本能。佛家讲六种神通，天眼、天耳，啊，踏心、虚命，这个都是不是难事情，啊，而且的是也不要很深的定就能证明，啊，最容易的是天眼跟天耳，最容易的。啊，你能够修的时候，确实这个房屋外面的地方你都看得见，透明的，啊，对，透明的，能看得见，要天眼。人人都具备这种能力，啊，人人都有。为什么失掉了？是，你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妄想，你这个能力失掉了。只要你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它就恢复。贪嗔痴慢很厉害也不行，啊，很厉害。贪嗔慢那就是那妄想都在里头，业障嘛，它障碍你嘛。啊，所以中国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，啊，那个时候访问美国的时候，我在美国洛杉矶遇到这些，哎，都很年轻，二十几岁，啊，他都确实有这个天眼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位居士是个女居士，他就实验让他看。他看了之后，他就指出来，他说你曾经得过肺病，戒害，那现在没有问题，已经戒疤了。指定他的位置，他吓一跳。他自己知道，连他丈夫都不知道，就被他一下指出来。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对对对，他看见了。他在什么时候能力会丧失呢？他说，我问过他，他说这个能力能不能保持？就是很难。如果说。知道事情多了，妄念多了，就失掉了。哦，他跟佛法说的是一样的，那都是一个道理。啊，如何能永远保持清净心？啊，没有贪嗔痴慢，他就能保持长久。但是学佛不是为了求这些神通的，不是神通，只有这个神通不能解决问题。
还会在六道里转啊。对，不错不错，他出不了六道。我们这个节目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了啊，因果这期节目，有一项这个社会调查显示啊，西方的性开放、性自由的风尚啊，席卷世界。那么在很多东方国家呢，这个有几个情人呢，这是很正常的，那没有才是不正常的。这个在佛法所揭示的因果定律里边，会是什么样的果报呢？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说的：“万物淫为首，不善孝为先。”所以这个淫，佛看得很重，是所有一切动乱的第一个因素。所以佛家对于这个是严重的这个境界啊，因为从这里他能够起什么？起杀道业，起杀道啊，从这一个恶因能生出来很多，会影响到哎。那现在、啊、你头一个，你变成说，首先说你家庭就不和了。我说家和万事兴啊，你家就不和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最明显的，你家道往下衰落。现在来造作这样恶业的人非常多，对，是的，他的果报，所以他整个世界混乱。所以为什么这共业？为什么大地会沉下去？为什么自然灾害这么多？啊，一次自然灾害就多少人生命财产没有了？啊，而且这个灾难，说实在讲，现在是才开始，不是结束，才开始。以后一年比一年严重。啊，什么？这就业因嘛？你看到这个噪音吗？啊，什么时候人能够回归到伦理道德，这灾难自然就没有了。现在卖假药的人也很多啊，他们的果报呢？那是地狱业因，谋财害命。我再说几种，开网吧的，还有就是卖这个有毒食品的，对，还有贪官污吏、坑害病人的医生、谋人钱财的学校，还有就是天天说假话骗人，还有就是宣扬吃喝玩乐这样的人生目的的这些人，还有就是不信因果，对啊，诽谤圣贤的，对，这些通通是在地狱果报吗？对，而且这些人在这个世界就造成这个世界的毁灭。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？这就是世界末日的现象，世界末日的预兆。你看到这些东西，你就知道世界末日近了。啊，那你要再想想想，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一个大时代里头，把伦理道德、把圣贤教诲、把宗教里面的神圣的教诲疏忽了，没有人提倡，没有认真学习。没有人认真教化，所以才产生这个结果。啊，所以挽救之道，我们只有求媒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多数人是呢，但是还有少数好人。这少数好人说，如果让他们天天来讲，天天来劝大家，有这媒体普遍宣扬，会产生效果。啊，会让这些迷失本性的人回头。啊，我们在海口监狱这个效果你就看到，那是囚犯学了《弟子规》之后，痛切忏悔，得回头是岸。